面坨了啊，来了，终于轮到我一个人了，我回来喽，宝贝。嗯，你不吃吗？我也吃呀。妈妈，你别等我了，不是等你一块儿吗？哇，这盘菜的不错，这盘给你。嗯，好的。餐饼，煎饼，煎饼，煎饼。这个是什么呀？笋干。好吃。呜呼！我终于收摊喽！吃饭。哎呀！太好吃了吧！我的妈呀！家人们，太好吃了吧，这个饼。哇，好吃啊。嗯，今天我们营业额，来，惯例大家猜一下。我觉得应该1200吧。1500。2600。哦，不愧是男人，我觉得真的觉得你们不愧是男人，自信心爆棚是吧？今天的总营业额1910。哇，还可以，也很高，掌声。哦对，祝贺一天今天做菜了。这个糖醋里脊也还是非常好吃的。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感谢前台的这些同事，因为我知道其实顾客很聪明，他们一眼就看看那个图片能看出来哪些是大师的。没告诉他们啊，就是说的是林大厨烧的。交代过你了吗？只要好吃的说是一天做的，不好吃的就说是林大厨做的，是这样说的哈。好吃我说我做的。今天是后厨，为什么会变得有点手忙脚乱呢？你比如说这个猪肉卷烤糊了，啊，饺子掉地上，哎呦，有划错单的，漏单的，喂，怎么这个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柴鱼刚喝完了。是不是上错掉了？因为我有两份呢。不知道是谁用了，就是那四个电磁炉没有关，就一下子就着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但是我是觉得，只要是那个电的用完，我们一定关掉。这个是要注意，大家反正用完那个电磁炉确实会。对。提醒得很对，我几个东西就是你要了解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就做的是前菜、主菜和前品是同时做，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客人都是一次性进来，这个。有点忙不过来，一个人在里面，所以这个你在厨房就保留这个节奏是很难的。那可以这样，我就前菜和甜品就不弄主菜了，这样的话主菜他俩去弄，时间就能岔开，也是可以的，这样行，可以换过来，可以。明天我还是继续，就是原来的岗位，然后再帮帮两位大厨。然后我去帮后厨了。好。这是一个方式啊，我还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方式，比如说今天广坦师傅做出来这个甜品，可能并不是很复杂，那你交给一天，就是可以有一些传承。
对，传承，传承。传给我吧，我想开饭店和你 PK。高人拒绝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你太小看林大厨了好吗？人本来也很厉害，来中餐厅之后就更厉害。哇，这几之后更厉害了。你看我们出去，人家经常都不认识我们，说哎呀林大厨。哎，别的不说啊，我就说第八季我一来了，我们一开路了，小明哥得了个影帝，白玉兰。这开玩笑，这个都跟我吹半年了，是不是？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关我什么事？我们所有人就你没发微博。稍等，你发微博了吗？我不是不发。你有微博吗？不是我不发，你知道吗？我不会发，不知道怕影响。像这种情况，阿正，刚才应该怎么回答？你教我一下吧。刚才怎么回答？怎么回呀？怎么回答？没有，我被炸到了，我一直在躲在飞着。什么呀？怎么回答？怎么回呀？怎么回答？我是怕有时候呢发的不好，你们说我去蹭你的热度啊？不是说好的所有人都得发啊？闭嘴！他网暴我，他说我闭嘴。我知道你是我的克星。数位克星，你选的这个就是个错误。你们不要说出来，这剪下去对我影响很大。哦，咱们看到紫金，快去医院，不然就医和了。不能这么说我吧，行，这对我打击很大。这打我镜头了。好，我被你打败了。林大厨见到于诗欣，每天都开始挠头了。他的声音一到了，我要装到柜子里面，每天都会挠。你还想不想做他？想。另外就是明天要做什么菜，咱分配一下。我明天的话呢，虾是没问题的。好的，我做个酸梅拔的。太极鱼羹我主推必出。继续哈，狮头正常出。嗯，然后再加上一个霹雳，我就做这些。鸡可以再做四分，尖椒有那个咸料，明天就要包一下这个。藕和三文鱼都还有。前菜我做一个虾球，然后玫瑰心太软。好的，好了，大家辛苦了。辛苦啦，林大厨，明天我跟你啊。没问题啊。耶、还是挺喜欢后厨的。